OK，大家晚上好。嗨，是的，是的，我们现在呢已经是来到与 Summer 有约的现场直播。对对对，今天是3月7日。对，然后今天呢非常高兴呢，在我身边就是一位很多年的好朋友，我们真的认识很久。我很可以久。说，在没有透露我的年龄之下。我是见证他成长的，然后真的是非常以他为傲，因为真的是见证他，就是可能真的是从一个很嫩的一个小男生，现在已经是成家立业，而且呢，有自己的公司，而且呢，也是一个心灵疗愈的导师，也帮助到很多很多很多人呢，做了很多的心灵辅导啊。真的是很棒，很棒。所以呢，这个在我身边的这个老朋友呢，就是我们光之跳跃的共创始人 Hello，大家 Nicholas。好。真的，真的非常高兴你今天可以抽空上我们的节我也目。很荣幸。对，其实 Nicholas，你其实年龄真的是不是那么的大，对吧？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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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不能讲你很大，因为这样会显得我更大。那。请问当时你也不是修读所谓的这种心灵辅导课程吧？不就是，是不是。在学校肯定是没有读到这一门课程没的。有，完全没对，有。是。那请问你是怎么在这种什么情况之下，然后接触到心灵疗愈，然后自己开公司，然后同时现在又是成为老师、导师，然后做了这么多辅导的工作呢？故事真的很长耶，真的很长。因为这个要讲到15年前哈，那个时候我进入了人生的非常的谷底，真的是谷底啊，在事业方面呢也没有信心啊，然后刚刚也就经历了我的初恋的分手。其实初恋分手应该很多人也会经历过嘛，对不对？可是为什么那时候对你的那个打击就好像特别的大？是因为性格内向，还是那时候我觉得可能是很多的渴望吧，也把我所，我也把很多的我的期望全部的都放在那个感情上面。那回想回去，当然如果以表面来说的话，初恋嘛，对然后对，也在一起挺久的哈，年年如此啊。是啊是啊，当然因为已经是过去式的东西嘛，对，对，我们就是让它停留在过去式是就是好，是，就是因为那件事情，因为凡事发生必有其目的，对，对，然后因为那件事情，然后那时候我真的是记得，其实你的心情是非常的不愉悦，非常非常，因为我想回去，我是挺传统的啦，就那个时候也不可以讲，也不能说算传统嘛，但比起现在的年轻人哈，可能就 不你太是一一个样。小老人呐、啊，说真的。是，我就特别所以我们的，才有办法有共鸣，你知道对对吗？对，没有代沟。我就特别的注重第一段关系，好，然后我也很想早结婚生小孩，所以就觉得那段关系对我非常非常的重要。真的是小老人，因为怎么可能十几岁的那时候你真的是18、19嘛？那时候。二十来出的，二十21、来22这样，出，对，对很对对，怎么可能？20来出的小伙子就会这么渴望结婚？这样子会透露年龄。假装没听到，删，假装没听到。没有认识你的时候，你才20多岁。哎呦，糟糕，没有，我们还没有跟人家说我们20多久，我们对就对对那对个对。就保个密。对，那为什么那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真的是很早熟的一个想法。是是是，对，我想再想回去的话，也跟我的童年的家庭是有关系的吧。因为小时候，我妈妈早过世，然后我爸爸也忙着工作，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是有人照顾我，但心里就觉得很空虚，很多的渴望。然后在更早的时候呢，当我的妈妈还在的时候，我的爸爸跟妈妈的家庭都很大的，所以我记得哈，就每逢周末呢。去家庭聚会的时候，我很热闹啊，有很多的叔叔、阿姨、舅舅哈、等等，还有很多的表姐、表哥啊、堂哥、堂姐啊，都会一起玩，所以就喜欢那种
很多人很温馨的那种感觉，对对对对 对, 对, 对，就觉得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就是应该这样子的，是情况很多人这样子，对吗？然后你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你来我的婚礼的时候，嗯，哦，我还说，哎，没有，其实不止婚礼，我记得。我在婚礼的时候，我讲我想生六个，我不记得，你不记得？然后肯定我里面你讲怎么可能？对对对对对，这个时候怎么会有人要生六个？是那个时候，在更早的时候，我是想越多越好。OK， 呀，但后来当我成长了，然后疗愈了，就觉得是很多的补偿了，不真实。对对对，所以因为那时候，当然那一段关系结束了，那你那时候是怎么就从事就是什么把自己捡起来？对对对，然后就直接去心灵疗愈了吗？那时候也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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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那个时候在就我还没有分手之前，我就认识你了嘛，对。那个时候我们就做很多的激励嘛，是是，以前是很多激励课程。对对对。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很郁闷，为什么就一段关系嘛结束了，就真的跌进了谷底。好，那个时候真的还轻微的忧郁症，几乎想死，还好还好没有胆。好，有胆的话就今天就不会有现在的我了。是是是是是。然后就间接的就也。就会那个时候哦，你还记得吗？你有来安慰我啊，你带我出去玩啊，哦，挺感动的。然后有那时候我好像记得隐隐约说想要可能介绍新的女朋友给你。对对对对。可是你毕竟不了解，不了解那个确实的状况。是，而且你不能24小时陪着我嘛。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到处的都去寻找很多的朋友，朋友都跟我说了很多的道理，我都头脑听了进去。但是心完全听不进，心好累好伤心哦，然后也没有办法去把他们所讲的东西啊去使用出来啊，因为很多人都说没关系啦，对吧？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还很年轻，而且也挺帅的。现在还是啦，现在还是疗愈了这么多反而更帅。对对对，然后就会说啊，你还年轻啊，不要为了一棵树放弃。是是，但是很典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安慰的，是肯定的，是。我完全听得明白了，然后听完电话过后，可是可能一放电话或者是一不跟他朋友在一起的时候，又马上的跌入了那个谷底，然后就这样子持续了可能好几年的时间哈，就让时间给淡化了一切，我就好像觉得过了，好像对呀，但内在的对。感情的渴望还是很大嘛，所以就继续的不断的去认识很多不同的女生，但结果还是同样的，就是都是那个被甩的，然后我就真的受不了了。等一下，他们有没有跟你反馈说，就是甩你的理由？一般给什么理由？有我们现在谈到好像。在发生在另外一个人的身上，对对对，也是因为他真的已经走过来了，对对对，没有沉浸在那个痛苦当中，好像很轻描淡写的在那边形容，对对对，那时候发生的事情。对对对，是哇，那个时候想回去，完全是判若两人，其实真的要死掉这样子嘛，对不对？对，他们都会说，Nicholas你人很好。可是感觉不到，没有，确实是你是人很好。可是他怎么讲屁、啊？我讲如果人那么好的话，为什么不为什么最终选的不是我？最终为什么会是跟其他的男生在一起？等等等等的。好，那个时候就真的很郁闷。Okay. 然后后来可能在往内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到我也没有完全的从我的第一段的那个关系走出来，因为那个对我的那个时候对我来讲是。生命中的一个真的很大的一个伤痛，是是是，我就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啊，可能是因为我们这样子没有完全的解出去，可是我也没有概念到底我能做什么，因为你都做很好啦，我也觉得我很好啊。好，但就后来就真的在很低潮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声音就说，哎，你去找燕妮，燕妮是我的现在的伙伴啊，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去联络了他，其实想回去真的也
很神奇的，因为跟他没有很熟，嗯，好，但就突然间想起了他，好，一句古声音说，哎，去找他，好，因为那个时候他已经在从事疗愈的这个行业了，然后就去联系他，从他的咨商过后，哈，跟引导过后，才发现到原来我的这样子的一个模式一直在重复，跟我的内在是有关联的，跟内在，对，好，跟我的童年的经验，如果我童年的经验没疗愈的话，它就影响着我现在对关系，对人，对事业种种的一些观点。这个其实是一个蛮可能对很多观众朋友是蛮新奇的一个话题，因为就是心灵疗愈在新加坡这个国家里头是少数人吧，因为我是少数属于少数人了解的一个话题嘛，可以算是，对，也很多人是比较多没有接触过的。那其实呢，在我们的报道呢，其实也是有报道过，对吗？对对对，就是我们的 Nicholas 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联合早报也曾经有接受过采访，而且光之跳跃也的导师，就是 Nicholas 老师和叶妮老师，他们也是在新加坡的几个华语电台也是有接受过采访的。其实对华语观众来说，心灵疗愈应该还不太陌生，因为都是有一些新媒体方面的这些专访。那我们可以不可以谈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的这个所发生的一些所谓的状况，为什么会跟我们小时候的那个情况会有联系或者是有什么关系呢？主要的是我们人有两个不同的心灵，当然我们有很多不同，如果要研究的话是有很多个层次，但比较重要的两个影响着我们的是我们的表意识跟我们的潜意识。那表意识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认知，我们的记忆，我们的意志力等等的，你所看到的东西，听得到的东西。但这个表意识呢，只占据了我们的心灵大概6-8%。所以仿佛你会发现到，其实很多人我们都懂什么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就是在听听剧，对，就是这样，在这里是对，对我而言，那么多年的经验，我觉得我是这样子认为的。其实我们该懂的生命中需要的一些知识大致上我们都已经搞懂跟明白了，只是当我们面对那个困难的时候，面对那个挑战的时候，或者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情绪被勾到的时候，仿佛我们的懂的东西完全的就不见了，就抛到九霄云外去。对对 对，这个就要来到我们的潜意识了。潜意识也指的就是我们的心，我们的感觉，我想这个社会比较阳刚，我们重视的是结果，重视的是逻辑，要把事做好。我们比较少的时间放在自己身上，放在心身上去感觉自己在感觉什么。所以除了感觉以外呢，我们的潜意识它也是一个在我们童年的时候保护我们，不去让我们当时候感觉到创伤的时候而因痛而死。这个非常深，所以那时候你觉得那时候你是受了什么伤呢？你在小时候，对，你是讲针对我的那个感情，对对对，就是如果以你自己来做例子，那时候你是受了什么伤？OK， 所以那个这个就要讲回我遇到我的好老师及伙伴叶妮老师所以那个时候我也就半信半疑啦就去询问他说，哎，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啊？我心里是想说，哎，你可以给我已经心里已经有一个预算，说你会跟我说要怎么去做，等等等等，哎，我应该也听过了啦，很多人都跟我说啦。对对对对，不说呢。对，谁知道他也没跟我说这些。他就说，我们来听听看你的关系有他就问我了很多的关系的问题，然后就把所有的资料都给他了，他就总合起来呢，有三个重点，第一个是那些女生都比我大，是，所以那个时候你懂吗？很否认就说没有啊，没有。没有。碰巧。的确真的是女生比我大，然后我还挺自豪的，你知道吗？ Okay。比较有男人魅力，对，吸引到比你年纪大的女生。是是是。然后第二个呢是他们都很独立，很会照顾人。OK OK。然后我说，这两点我就听了，其实我听了，我那时候真的很还很不要脸，对不对？
品质好的嘛，哇，可以吸引表大女生又独立，很有本事啊。对，我一定很有本事。然后就说最后一个很重，其实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他说最后一个就是你，好，你的意思就是我啦。说这么多的女生的家庭背景都不一样嘛，那只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你。说好，这也对啦，逻辑上是对的，没有错啦。好，然后我就说那怎么样了呢？也就是他就说，就因为我遇到每个女生都不同嘛，但我遇到他们的时候哈，可能被勾出的情绪或者是我对感情的信念啊、观点啊，都是一样的，都是一致的。从中呢，长话短说了，从中呢就透过他呢去了解到，原来跟我八岁的时候我的妈妈早逝的这样子一个创伤是有关系的。那个是一个很大的创伤嘛？对对对对，好、啊，然后就。让我就好像刚才一开始我所说的，我想早婚，我想早点有小孩，我觉得跟那个也是有关系的。那时候就是你以为其实已经过了，不过原来那个伤害，对对，是很深，是留着。我一直以为，因为我的第一段关系是初恋嘛，我就以为那一段就是第一个创伤。是那时候刚才跟那个老师说，我妈去世的时候，我都不记得我有哭吗？我印象中好像都没哭哎，我好像第二天就恢复正常，对，就去上学了。然后你说过了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事情会影响着我，那个时候完全不理解，也不太相信。是因为他突然间你觉得哎，为什么他突然就这样走？对，那时候也没有去问。是因为就八岁小男生嘛，我也不懂什么是死亡，是，然后也不懂什么是生病，就懵懵懂懂的呀。Yeah。但我挺感恩就是疗愈的，因为当我去经验了我第一个工作坊的时候，有打开的时候才发现到原来真的哦。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哭的时候，我第一次就真的在某个工作坊啊，第一次真的感觉到的时候，我自己是很惊吓的。为什么？因为我正在哭得很早，就是很惨啊。可是我有另外一个意思是，为什么我在哭？为什么哭到这样惨？啊，就真的是我的表意识跟潜意识就分得很清楚，就很切断否认嘛。然后我完全控制不了我的身体，就得在崩溃。啊，但我很感恩那个过程哈，因为后来他就打开了我的记忆。我在八岁之前哈，本来我是八岁之前记忆我是不太记得，很模糊。Okay。 然后后来疗愈过后，然后心打开好了。我很感恩，因为好，那是我觉得那是我生命中最好的回忆，因为那个是我简短来说，我是妈宝。因为你是长子，所以对对对对，你妈妈是很疼你。我妈妈很疼我。好，我就后来也去看看我的就相簿，就看哎很开心啦，就很活泼很开心。好，但可是我印象中八岁到二十多岁的时候，是比较酷的，酷是比较好听的，就是开始收起来了。对，收起来了，对吗？就不是那种阳光男孩，对，就不快乐，比较的又没有自信，我就说，好像，不明白嘛，就觉得这个可能就是长大的一个很自然的现象，对，所以心一敞开了，然后那些记忆就慢慢的回来的时候，就很感动，我就感觉到，我妈妈真的是爱我的，当我感觉到的时候呢，我的生命就有所改变了，感觉哈，就好像如果可以感觉到一个人支持，无条件的支持你，无条件的爱你，那个自信就非常就会来了，就你后面有个靠山。对。所以虽然你妈妈实际上就是不在，可是你通过那个工作坊，你感觉到其实她就好像一直都在，是，精神都一直在支持着你。对，就那八年，我觉得就很足够了。Amazing， 所以你上了几个工作坊，然后就直接就开始公司了吗？还是算工作坊我算不到吧，可能算时间吧。所以我用了大概可能三年的时间，我就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公司，不是光之跳跃，那个时候那个是那个印刷公司，对。Okay。 所以因为那个时候一开始是疗愈母亲嘛，然后跟母亲的关系也有很多的和解之后，我的关系就开始越来越好了。
然后关系越来越好的时候就开始好要疗愈跟父亲的关系，嗯，好，然后我的事业也就开始有进展，有进展了，是，呀，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东西好神奇哦，嗯，啊，就我可以从一个没有自信啊，然后就在一个人生谷底的时候，透过往内看，我也没有去做什么外在的学什么特别东西，就这样子，我的自信啊，我懂东西，开始就可以把那个我所学的东西可以用出来，嗯，啊，我觉得可是这样子，我可能之前所学过的东西没有白费掉，但那些是外功，嗯，啊，不是外功的外功，就是招数，它是招数，对对对对对，对，是，可是我们都知道学功夫内功是很重要的，对，然后就觉得哎，那个内功圆满了我圆满我所需要的，然后我就可以哈，嗯哦，外内一起合并，然后就开始创办了我的第一家公司，嗯，那个时候我也觉得想回去哈，哦，我也不懂我哪里来的勇气对吗？对对对，就是这样子就这样开了，是是是，对，所以然后就从中那个事业呢，哎，信心很工作也不错，那个关系也很美好，嗯，啊，我就持续也找到，说是已经找到现在的太太了，对对对对，你找到了对不对？已经找到了，是的，对。所以后来我就不是被甩了，没有，他的太太好爱他，天哪，对对对，完全是支持你做任何的东西，都是那个背后的那个真的背后的女人，真的非常支持你，是是。所以后来就在我的第一个创业也做得蛮不错的，嗯，就有资金啊，然后时间也够啊，就想说哎，这套东西好像可以帮到很多人、嗯啊，但那个时候没有想太多，就因为我收获很多嘛，那我就陪着叶妮老师到处去不同的国家啊，嗯，不同的地方去做很多演讲跟工作坊，嗯啊，那某一天我就在想，他是新加坡人，我也是新加坡人，啊，然后我就在一起坐飞机，我们就一起坐飞机的时候就跟他说，哎，不如我们就一起合作开一个公司，对对对对对，然后就直接这样做了，是是，其实也没有，也不是马上，嗯，哦，那个在飞机跟他提起他答应的时候已经是两年的事情了，哦，就陆续我都觉得很好，然后我想要帮助更多的人，那可能还没，可能心态还没有准备好，嗯，所以哈，就那一刹那，哎，我就在提起的时候，他也说 OK 了，然后我们就创办了光之跳跃了。你们是在哪一年创办光之跳跃的？2014。2014。对，其实2014那个年份，因为现在因为所有的东西发生得很快，其实隔了8年，真的是好像一个年代的感觉。在2014那个年份，其实那时候真的还是。心灵疗愈这些工作坊对很多人是，尤其是新加坡人很陌生的，嗯，因为可能那时候人家比较熟悉的是激励课程，对，对就是那种 yeah yeah yeah， 你可以的，我是最棒的，是是是，我一定行的。那你们开始就是决定做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一个公司的时候，嗯，有。容易吗？应该不容易吧，肯定非常不容易啊！可能一开始要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我还有我的原本的那个生意，嗯，所以那个时候，就你的生意，那个原本的印刷公司的生意还是对对对，可以提供我的主要来源，你的主要的收入来源。对，然后疗愈呢，只是一个 hobby， 兴趣 okay, 兴趣啊，只是兴趣想要兼职，对对然后就所以那个时候就没有太大的压力。好，那个可是那个时间很短，我觉得真的是老天的安排，因为那个时候刚好的印刷生意的整个趋势也开始落寞了，是因为开始人家走向数码化，对对 对吗？是原本哈，我以为是不会有冲突的，因为那个是，嗯，一个是早上的工作嘛，对，哦，早上中午，另外一个是晚上的，是，哦，但渐渐的印刷的生意落寞了的，然后没有那个就是光之跳跃哈的生意没有，那时候没有很好，但是因为要如果要他成长的话，就要开始放更多的心思下去，他就占据的时间就越来越多，嗯，啊，然后到了就一开始的第二个阶段，那个是最辛苦的，啊，就是第二个阶段是你决定开始节约，就是截止你的那个印刷生意的时候，嗯，对对对对，其实也不是马上，
就还很多的舍不得啊。嗯，他就我觉得完美的无缝交叉的这样子转过去了，一个在往下，一个就在往上，哦、就在那个这个是叫老天赏饭吃，是，好就在那个交叉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最辛苦的，嗯，因为我多数的因为。一开始哈，真的，一开始太难，像刚才说的，多数人对激励啊，所要看到的、学到的东西比较有认知，是，然后往内去看的比较少，所以我们一开始哈讲座，可能有时候一个人，甚至可能没人来，也很长一段时间也不超过10个。对，而且当时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可以 Zoom， 你的成本可以很低。对。当时如果你说你要开一个讲座，你就已经就是承包了那个地点啊、水电啊什么等，然后就一个人出现。对。然后那个人通常可能也没付费啊，因为你是可能是一个免费讲座，然后你就这样子一个讲座，你的开销就 Zoom 就不见了。对啊，所以我们就这样子也维持了，好，可能有一两年的时间吧。一两年是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怎么熬啊？一两年那时候就那个讲座，因为疗愈真的很难推广，它不是登广告就可以，登广告就行了。是好，我们要做很多的交易，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很多讲座就像刚才你所讲的，我们就是免费的，希望大家可以来学习，然后来也明白它的重要性。是。好，所以你想想看，讲座才一个人，或者是找过十个人，可能要好几个讲座过后，工作坊才会有那几个人，一小撮人。可是你们那时候还是坚持定时的开办讲座，是，就是风雨不改，时间一到就开办讲座，对，就没有人也造假，对。这个就是很多人不知道这开始创业这种辛酸，而且尤其是这种心灵疗愈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对，那时候你怎么能就是那个收入又开始减少了？对，那你怎么熬过这个呢？对吗？而且那时候有太太啊、这些。是一开始的时候，就我所讲的，我之前那个生意所支持嘛。所以后来一些机缘巧合，我的太太她也全她也投入了我们的公司来帮助我，因为需要做更多了。对。所以那个太太也是很勇敢，对，也不是普通的女人啊，是，对，因为如果是普通的女孩子，她们就说，哎呀，你这个神经病啊，你干嘛呀？对她非常的支持我，真的是完全很支持她耶，真的。当然，我想可能也是因为她自己也经历了同样的事情，她也有疗愈过，她也有 ，OK， 所以她了解，嗯呀， yeah. 好，然后就。我刚才不讲到交叉点嘛，所以一开始很少人。那个时候，我的原本的生意也开始往下了，但这边往上的时候，他还没有，就是光之跳跃还没有很多的收入的时候，就开始要吃老本了。是肯定的。对，所以那个时候也就耐了一阵子，到了一个点，那个点我就真的很纠结因为他就开始挑战到了我和我伙伴开始创办这个光之跳跃的初衷，就是我们想要帮助人，我们想要去，总之就是想帮助人。可是不可以设目标，不可以设业绩目标。对，不可能说我要达成多少个业绩。因为就是心灵疗愈。对，你说的非常的准确。就你要说不能打广告。那你们要怎样做推广？要你一个人要做所有的东西吗？对，因为你没有那个资源来打广告，又没有资源来做推广。是。那这些什么什么社交媒体啊，平台这些怎么办呢？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不明白了，但后来现在看上去的时候，我就看得比较清楚一点。嗯。就可能跟我的偶像有，我的其中一个偶像。没有，我很欣赏一个男人就是 Steve Jobs。OK， 所以说女人也是欣赏。对。好 ，Steve Jobs 他就很，他有贾博士，他有一个很出名的一句话嘛，就是 connecting the dots。就是他自己也是透过之前啊，就他被就是没上学了，可是他回去上那个calligraphy 啊等等的，是，后来有用到。是，我在看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挺。就像刚才讲，老天赏饭吃，一切都是老天的安排怎么说？
因为 一开始创办的时候，真的就是我一个人跟叶妮一起去打拼。嗯，那叶妮她负责教学嘛，那个我觉得也很重要。嗯，那对于如何去推广哈，就要很多的教育，很多的媒体的准备。但虽然那个时候我的另外一个生意是做得不错，但不是非常非常的有钱。嗯，所以如果那个时候哈，我得花资金的去，可能教人家做设计呀，还是做一些打广告啊等等的话，我觉得我们可能都起步不了。对啊，因为那是个最花钱的。对对对，是。哦，所以再看回去哦，做生意的人都知道，你要请人做这种设计啊什么，然后要去做那个广告，那个真的是好像在烧钱的。是是是，好。所以看回去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蛮厉害的，就一个人做，可能我这样子临时这样子想了，可能有十几个角色吧。十几个角色。对对对，就是设计你也会设计。对，设计啊，推广啊。那个摄影啊，摄影也包，对对，摄影也做了，然后剪接也做了，推广啊，安排啊，哎，总之音乐的那个选，对对对对对，选择也会，对吗 ？Admin 啊，行政员对了，会计 OK， 就一个人做到完就对了。所以那个时候做很多嘛，但因为那个时候规模没有很大，嗯，所以一个人还是新的，所以陆陆续续我的第一个需要帮忙的就是我太太了，所以那个时候她就进来帮我。管理一些行政啊跟 accounts， 因为他自己也是做会计的嘛。嗯，哦，那 我觉得为什么讲老天赏饭吃，因为这样看回去，哦，真的就是我过去的经验所 串起来的。如果给我回去去重新的选的话，我觉得我还是会选择这条路。哦，就因为在我的我在读理工学院的时候，新加坡理工学院是读多媒体的。一个多媒体那时候是没有人要读的，对对对，对，因为那时候还没有网际网络，你知道吗？是，对，因为我觉得，即便现在我这样子讲，你们可能不明白，但我妈妈的离世，嗯，跟我爸爸的工作忙也贡献了我的过程，好让我可能早一点的独立。然后因为小时候就自己得为自己做选择嘛，所以我理工学院的时候哈，我就纯粹的只选我想要我喜欢的东西。我没有去管到底适不适合，会赚钱，会赚钱。Yeah. 但那个时候比较流行的，就是会赚钱的，就是可能工程系啊，工程系啊 ，biochemical 啊，对，生化科技啊这些。对对对，嗯，好，可是我又不喜欢考试，所以就进入了多媒体。可是后来多因为如果你们知道的话，那个时候多媒体是没有太多的商业机会，肯定啊，除非你是精英中的精英嘛，好。好，但我不是啊，那个时候我就学了很多，好，但不是后来就开始进入了传销啊，嗯，就学了销售，学了做生意，学了团队的理念，嗯，好，然后也去就陆陆续续啦，这些工作的经验哈，累积起来，让我在创办光之跳跃的时候，可以用最低的成本达到最高一个。最大的回报，最大的回报，这个真的是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对对，不然的话，我想回去不可能会熬到现在了，因为就那一两年哈，真的是完全的就是没有收入啊，嗯，然后或者收入非常的少，对呀。然后有想过要放弃吗？那时候有，我们就后来就差不多一两年，忘记是一两年还是两三年过后。我和我的伙伴哈，我们碰到了一个纠结点。嗯，那个时候已经耗尽了我的个人的积蓄了，连我的全部的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一个篮子里了。好，然后公司呢只剩下不懂几个月的少，最也不可能超过半年了，几个月我也忘记了。好，几个月的时间。嗯，如果还不行的话，我已经想好我要去驾 Grab 了。然后那个时候 Grab 很不错，你知道吗？你每次都在那个行业还没有成立很大的时候，你就已经有那个先知。对，我就想啊，那个 Grab 那时候哇，一个月可以几千块至少，因为没有很多竞争者。对对 对， 对，七千啊，八千哇。很好哎，有有那个时候，哇天哪 ，OK， 那肯定是先锋，那时候是先锋。可是完全很无助，为什么？因为
我懂的，我能做的，嗯，都已经做了。然后再加上刚才所提起的，我们是心灵课程，嗯，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设，我们能设目标，但我们不能去强迫，不能，我们不能去跟学生说，哎，你要来上课还是这样子，因为这不是，这不真实的，是是，啊，这是我的需要来让他上课，而不是他真心的要来上课。是，所以我们还是坚持了我们的原则，我们的初衷。那时候我的伙伴念念，他就是说，尼克斯，你还记得我们是做疗愈的吗？嗯，好 ，OK， 好，然后就透过他的坚持哈，跟我们就一起的坚持啦，嗯，就往面去看，去疗愈，啊，在那期间对我来讲很珍贵，为什么？让我突破了一些很大的伤口，嗯，然后后来呢，一突破过后哈，好，我们也是在心里说，这个世界反映了我的内在世界啊。这可能在更早一点的时候，我就觉得只是一个道理，对，完全不明白。但在那个很紧急的那个点的时候，往内去看的时候，突破了过后哈，心真的突然间稳了，嗯，也敞开了啊，然后就好好的比较踏实的，该做的还是去做。我也没有做什么特别的不一样的东西，照旧的去做，但心敞开了的，啊，然后门也打开了的。从那一刻开始，我们的成长就慢慢的就平步青云的开始，对对 对, 对, 对，就真的是很稳定，然后真的是开始老天就赏了很多饭，是对。那所以其实这一路走来，就大概是有八年的时间，对对吗？对。那这八年的时间，你也是本来是从一脚踢做到现在，你也是已经是一个导师，嗯，对吗？然后也帮很多学员，就是做了很多心灵疗愈。那以你这八年的这些案例跟经历来看，嗯，你觉得在这新加坡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的新加坡社会，嗯，你普遍看到的一些大的就是新加坡人普遍可能会有的一些挑战，嗯，是什么呢？主要的我觉得是愧疚感，主要是愧疚感，对对对，听起来会觉得很奇怪，对啊，愧疚于谁？愧疚于自己，是愧疚于自己，我们也，哎，没有，不是愧疚于别人，对，其实愧疚感是一个感觉，嗯，我想观众们听了也会觉得很奇怪，就如同我们一次跟同学们在聊起罪恶感的时候，大家都马上防卫就马上的叠起来了，对对，我怎么会有愧疚感？对，因为多数人对于愧疚感啊、罪恶感是好像我们做错事情才会，它是褒义，它是贬义的，对对对对对，好，所以大家一听到的明明是啊，我都没有做什么事情啊，嗯，好，但假如呢，你有感觉过很挫败，嗯，你有感觉过输了，感觉很无助，嗯，感觉没有用，感觉无价值等等的，嗯，这些感觉哈，其实都归类成愧疚感，就觉得，总而言之，这个感觉呢，就会让自己，让我们觉得我们不够好，没有价值，而因为这样子哈，我们就会在外在的世界去寻求价值来定义我们自己是谁。那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有很多的补偿，很多的牺牲，很多的放纵，最终哈，可能会让自己变得非常死气沉沉，进入一个角色里。啊，如果你想要做好人啊，好儿子啊，啊，只要每个角色里前面一个好的哈，那都是一个角色，都是一个角色哦。OK OK，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扮演这一个不是我们的人。当然，如果那个角色做得好的话，是那个角色所得到的掌声，所得到的认同，可是不是我感觉到的，所以就会觉得很累，间接的哈，心感觉就死了的，啊，然后，就有很多的死亡的诱惑。你可以举一个例子吗？嗯，因为这个有点深的感觉。对，就是有没有一个比较实际的一个例子，可以让观众朋友可能可以更有共鸣的呢？可能用我自己的例子吧。嗯，好，刚才我不是说那些很多的女生都觉得我是好人。啊，对对，如果事实你也是一个好人，是是是，难道你是在扮演这个好人的角色吗？我觉得一半一半，一半一半，对，就是。我觉得我是好人，但有很大部分的那个时候啦，现在当然你也是在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因为你想要迎合那个女孩子的欢心，对对对对，想获得她的所谓的她的青睐，是啊，这个就要讲回我小时候，就你们刚才有提了很多次嘛，我的妈妈早逝，所以你想想看，一个对于一个小男生
是妈宝，然后那么爱他的妈妈。对。我们先不讲那个原因，但他最爱的女人离开他了，嗯，他会感觉到很多的挫败感，很多的无助，感觉自己没有用等等的。所以以心理学的角度呢，我那个时候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多的痛嘛，就会把这些痛给收起来。是。然后我就长大了。所以长大的时候，这一部分的我也是很一大部分的我们，就刚才我提起了我们的表意识值6-8%，嗯，那90多%其实就是我们的心。是。那如果我那么多的心的一部分被遗留在我的过去的话，我不想去感觉这个痛，嗯，那我就为了不想去感觉这个痛，我就成为那一个好人，去迎合，去配合，嗯，希望哈，在关系中我不会再一次的有这样子的一个遗憾。嗯，可是在这样一个途中呢，我就扮演了一个好男朋友或者是好男人，就说做很多事情。对 对, 对，因为希望可以一直留着这段关系，是希望不要再重新感觉到那个所谓被遗弃或者是被背叛的那个感觉。对，就变成说在心理上我就不太敢冒险。嗯，因为如果一段关系要亲密的话，对是要对等的，就要彼此都信任的。是的。那如果我一直都不把我的心里话说出来，我都在迎合的话，嗯，那我渐渐的就失去了我个人的魅力，嗯，然后他也对方也不了解我。那如果要冒险的话，我害怕，我有可能会害怕。当你呈现自己真正真实的自己，人家会不接受。对对对。哦。呀，然后就没有机会让那个人了解我，所以他就只看到我那一个好人的角色，但他感觉不到我。嗯。哦，那个时候不明白，是后来这样子。疗愈那么多，然后才看回去的，哦，原来那个时候我在扮演角色里。所以平时有人在的时候，哎呀，认识我的人，我想那个时候你认识我嘛，对，都觉得我脾气很好啊，不会发脾气啊。对啊，可是我也是人啊，我也是有需要啊，嗯，所以可能白天的话都在很努力做不是我的人，然后晚上的时候深夜人静的时候就觉得很孤单，觉得很多的需要，嗯，等等的啊，然后这边就有很多的诱惑啊，可能会做很多的错的事情等等。那如果这个就是可能在一个事业有成的，嗯，一个白领人士，比如说他们是一个 CEO， 也是有同样有这样子的一个愧疚感吗？或者是一个企业大老板，也会同样有这样的一个愧疚感吗？也会啊。就是任何人都会有愧疚感，对对对，跟他的成就一点关系都没有，就跟成就没有关系，跟他的财富没有关系，跟他财富没有关系，跟他拥有所有的所谓的我们可以看到的物质的都没有关系，没有关系，这个就很好玩了。这个因为我有咨商过很多人嘛，是，所以我经常就会问大家，你们觉得就是有钱人比较快乐，还是最痛苦的人是谁？我不小心把答案给讲出来了就在我咨商了这么多的拥有全部的人比较不快乐，所以那个愧疚感，真的跟他的物质上的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他可能因为里面就是感觉不够好嘛，那就很努力很努力，为什么？当然我这边说我不是去排斥有钱或者是有物质，没问题的，我自己 也喜欢OK， 所以有钱也是好的，有成功也是好的，但不能享受，我觉得那个是那个问题，就是那个心里面是比较没有那个平静的那个心理，对对对 对, 对，就是永远是好像在一个缺乏的一个状态，对，所以一直在想要找，是是是，对，好，就如果是以案例的话，是的确是一个案例，是他已经在生命中算很成功了的，嗯。可是他活得还是非常的朴素，嗯，然后也活得非常不快乐，还觉得不够，为什么？因为追根究底，他救不到他童年的时候很穷很苦的家庭，所以就是只有他自己所谓跳出来了，对对对，然后他就觉得很愧疚，是，所以虽然他拥有所有的一切，可是因为他还是没办法从那个过去走出来。Yeah, 而这种我们对过去的执着，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头脑去理解，即便你可能懂了，现在我跟你讲了，但因为那个情感，那个伤口是埋在我们的深潜意识里的，嗯，所以唯有我们可以赢得那个勇气，去打开我们的潜意识，去面对里面的伤口的时候，并且去疗愈那个受伤的小孩，我们就有可能有一天可以放下那个过去，
回到 活在当下。所以你在当你在进行你的工作坊的时候，通常你们是采取讲子的一个方式来疗愈呢？因为讲是不能讲啊，对不对？是对，很多人都得要上过这样的工作坊，他们可能才要感受的，对吗？对。所以是不是这样子的这种疗愈过程是很依赖着导师，或者是很依赖着老师的那个引导呢？以我个人经验，多数的课有可能是这样子的，因为自己没有那个办法嘛，是，所以我本身呢和我的伙伴，我们也上了很多不同的课，是，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打算创办光之跳跃哈？因为我的伙伴黄琰霓老师呢，他就透过他的多年的教学经验哈，总和了疗愈跟他的教学的背景，他就很系统化的整理了一个自我疗愈的方法。所以就是说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上课，就是很多时候导师们或者是老师们都把自己变成了那个所谓的很厉害的，对，对对对，那个很厉害的，对对 对，就好像没有我的话，就你就不能突破或者是疗愈你现在的这个状况。那可是这个系统就有点不太一样。是也是因为这个系统才启发了我觉得想要创办一个生意的，因为不然的话，因为我是透过这样子的，当然那个时候认识他说没有这个系统，但我在已经在跟他学习了，是，所以他我没有在依赖着他，因为我就透过他的方法去学会了自我疗愈，我就能自己去感觉我自己的感觉，当碰到状况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是非常有力量的一个练习，完全可以赋予我自己回那个力量，我可以自己做决定。当我可以为我的生命做决定的时候呢，我可以改变我自己。那如果我可以改变我自己的话，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疗愈的，没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往前走的。当然我不是说我们能去改变那个事件，而是我觉得我们可以赢回那个信心跟那个心灵上的勇气去走过它，去疗愈它。就是刚才你一直有提到说就是那个要到一个境界是那个心灵很平静的一个境界，对，可是这是也是一个很模糊的一个概念，就是很多人什么叫做心灵很平静的一个境界，因为可能很多人也觉得我现在心灵很平静啊，对吗？什么叫做心灵很平静？打个比方吧，如果你现在我想观众可能也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你没有被问过哎，你快乐吗？或者你没问过别人，常常问你快乐吗？还是经常被问Are you happy？ 对，通常一般大人的反应就是OK 咯，对，就是 OK 咯，我可以讲什么？对，我觉得这个你有看过人家回答你说Yes, I'm so happy？ 没有哎，就可能也是亚洲人的一些就所谓的很谦虚，如果有的话，是西方的会比较愿意的去，可能教育的方面是不一样的，但如果你这样子去看的话，西方教育也比较注重的在可能培养心情啊、感觉啊，那可能亚洲比较注重的是逻辑上的等等的，是，当然这个也不是那一个最初衷的那个问题，那你刚才讲起来那个爱与平安哈，我很难真的很难去讲出那个感觉，但如果我可以用一个隐喻的话，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可能3岁以下的小孩？有，应该相信很多观众朋友只要有孩子的都肯定还记得他们3岁之前很可爱的那个样子。是好像我女�儿现在她1岁半，那就这个阶段的小孩当她还没有很受伤的时候 OK 没事情的时候，他们就是很快乐的，是吃饭也很快乐，就是可能除非心情就是身体不舒服啊，或者是肚子不舒服啊，肚子饿了可能会闹别扭一下，但平时就是，对，就是很开心，没给东西玩也很快乐，对，只要你陪伴他们，他们就很快乐。是，但你看，我们曾经也是在那个阶段的，那为什么会从这样的一个阶段到现在快不快乐啊 ？OK 咯，过得去啊，就除非发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对，刺激到了，是。可是一下子就没有了，小孩不需要，小孩就是无时无刻都是很享受的，是，他不是因为玩而享受，而是很享受的去玩，但我们成年过后，我们是
得透过很多外在的一个刺激，或者是外在的一些满足，是获得，是，而那些不是快乐，那些是暂时的那个一个 gratification， 对，一个满足，对，一个满足，对，好，一个刺激，嗯，那一下子又空虚了。为什么会从，比如说小孩子为什么会从三岁，在这么一个所谓爱与平安的这样一个阶段，突然之间就慢慢失去掉这样子一个感觉呢？因为开始受伤了。这个受伤也是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对，受什么伤了？因为好难想象小孩子会受什么伤呢。是是，而也是除了不要讲，不是跌倒啊什么，就是心灵受伤。对对对，提到受伤，我觉得大家也会非常的敏感。什么受伤？没事啊。对呀、啊、对呀、啊哦，很多人都会啊，有吗？哪有？不记得。但我们忘了，我们曾经是小孩。嗯，我们成年过后，我们现在不容易的心灵上的受伤，首先是因为我们皮厚，我们的防卫也厚了。嗯，但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是全然的信任，全然的在爱里的。好，好像如果一个小孩还没受伤的时候，他问他的父母：“哎，爸爸妈妈，下个礼拜我想去动物园，嗯，可不可以带我去？”那如果好，爸爸说好。如果那小孩不会多问，他就直接走了。对，因为他是全然的相信的，是是。所以小孩的世界哈、哦、很小，他只很在乎的就是他的爸爸跟妈妈。嗯，所以那个时候在这么小的一个世界哈、哦，任何的小事情发生啊、哦，如果如同于大人的世界的话，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在发生。所以小时候可能小孩哈、哦、好像现在我的女儿，因为本来。小时候一直跟妈妈在一起嘛，是、哦、在怀胎九月都一直在肚子里。对，那第一次看到妈妈可能得去上洗手间，我还记得很好笑，看到我女儿妈，虽然是在家里，对对对，好、哦，那一次其实就已经是一种受伤了的。而如果因为第一次脱节，对，但讲到这个脱离，对，讲到这个，我不是去教大家成为一个完美的人，对，好、哦，因为我们不可能，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完美，是不可能无时无刻的。去不让我们的小孩受伤，而是那一刹那，当小孩受伤了的，有没有一个大人，有没有一个父母、啊、有那个认知可以去，有那个情绪上的认知跟成熟度、啊、去理解，去同理跟陪伴那个小孩，让他从中走过，就觉得其实这个是无所谓的。对对，所以伤口就好像我们的肉体的伤口、啊、如果我们跌倒了，他是如果我们有去孕育他的话，去治疗他的话，是会复合的。是。那如果心理的伤不去治疗它的话，就永远会缩在心里，就会有个结疤。对，对吗？对，哦，它就不会，我们就没有，我们人肉体长大了，但我们的心灵从来没有长大过。所以你就是说，比如说，嗯，就是因为很多父母可能真的未必有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对，对他们就是啊，小事，就是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对吗？我们都是。是这个、你为什么把它变成这么大件事情？对，什么一定要受伤跌倒才会成长吗？是啊，对啊，对啊，对啊。所以通常在什么情况下，你觉得父母真的可能就忽略了那个伤口？当父母自己也有同样的伤口的时候，哦，因为父母感觉不到嘛。就刚才你、嗯、其实刚才已经讲出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例子，嗯，就是因为。好像如果小好像我的年代的是父母的教育哈，或者那个时候的教育还是有打的，对对，所以我们小时候是被打了，是长大的我们明白，好像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我的父亲打我，嗯，可是那个小时候哈的我是不明白的，是，然后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走过来了，然后我没有疗愈那个伤口，我长大的我明白，但我无法的去感受到那个感觉，但可能如果另外一个小孩，我看到另外一个小孩受伤的时候，或者是那个小孩受伤的时候。我就无法同理，我就下意识的觉得我是这样子长大的，你看我还是好好的啊，嗯、你看我是怎么样子啊，所以你应该这样子长大，哦，所以那个伤口哈、哦，就间接的会从大人身上哈、哦、这样子的传去了下一代，原来是这样子，是，所以变成说，我觉得这样子讲吧，如果我们是这样子长大的没有错，好、哦，当然好像刚才我所提起的。感觉到很多的挫败感啊，无力感啊，我们都扮演一个好角色，那我们就要问自己了，这样子的扮演，我现在这样的生活快乐吗？嗯，那如果我不快乐的话，为什么我还要再把同样的方式交给我的小孩？我觉得这里不合理。可是多数人没有概念，因为完全感觉不到，就觉得
就只能这样子啊，因为根本没有。那有没有家长他们 overcompensate？、嗯、当然也有，当然也有。对吗？因为他们讲说我小时候被打，然后可是我肯定长大我是不会打我的孩子，因为我不想要我的孩子经历过这样子，然后他们就那个什么矫枉过正，然后就更过度的，就是所谓的有那个也是一个伤害吗？对，也是一个伤害。那个也是一个伤害。所以当我们就没有一个平衡点，要取得平衡点，除非疗愈。哦，呀，就好像如果我们的一开始我们的心是在中间的嘛，对，好、啊，但每次受伤了，我们就会把我们心给盖起来。嗯，那我们虽然不记得了，但我们知道哈、哦，这个点是痛苦的，所以我们才会盖起来嘛。所以我们要不就是跑去了一个极端，就像刚才我讲的，我们会做同样的事情会伤害、嗯、因为不想回到这里嘛。对、啊、因为回到这里就是痛嘛。是，那别人痛好过我痛嘛。是、啊、不然的话就是跑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补偿、嗯 yeah, 所以你可能在做这对的事情好的事情，但那个结果不理想。嗯，好像有很多的父母会其实不只是对于小孩，对于伴侣是这样子，就是哎，其实我刚才就我一个很好，我自己就在跟他例子啊，我明明就对你很好啊，我明明就是已经陪你了啦，为什么你还是觉得感觉不到我？为什么你还是觉得不够？嗯，等等的、嗯，因为我在行为上做，但是我的出发点不是爱，嗯，我的出发点其实哈是有点自私的，是为了我自己啊。我就拿回刚才我的例子，为什么那些女生都会讲我很好，可是不选择我，嗯，因为我对他们好的出发点不是因为我爱他们，嗯，而是我不想获得一些东西，我不想他们离开我，对对，因为当年我就是没有哦，母亲离开了我，我觉得很挫败嘛，对，我不想再一次的经历这样的状况，所以我做的事情其实表面看起来好像都在为别人，但实际上哈、哦，能量是没有过去的，因为都是在为我自己，嗯，可是我现在。我现在能这样子讲出来，因为我疗愈了，我感受到，我就可以这样子很轻描淡写的说出来。是是是。那个时候的我，如果现在这个我去跟我那个时候我去讲这个东西的话，我觉得我会打，我会打我，因为完全感觉不到。嗯。啊，如果一感觉不到了，你跟我讲什么，我现在做的我就是对的啊。嗯。然后你不要来跟我讲要你不要来跟我讲要怎么样做，我已经觉得我做的是很好了。所以其实这个也就是心灵疗愈课程的其中一个最大的挑战，就是很多人都要首先就是认清其实他们不处于在这个爱与平安的一个阶段里头。是，对吗？因为新加坡的整个风气都是比较要强的，就是比较阳刚型的，如你刚才所说的，就是哎没有问题啊， everything is OK 的。对，所以要认清这个真的是比较不容易，非常非常。所以你在整个教育，在你们做很多教育的这个所谓的工作推广，对吗？然后通常在遇到所谓这个工作的时候，你们的比较多接触的三大问题，通常就是第一个就是刚才我讲的那个罪恶感。对，如果第二个的话，我会讲是背叛。背叛、哦、就是其实很就不是我们普通人定义的背叛，不过是多多少少就是觉得人家对不起我们。是，其实严格来讲我会说就是人与人之间失去了那个信任。嗯、哦、所以我们就会一直处在一个防御的一个状态里，我们没有那么容易的去交心。是，事实上其实很多的问题哈、哦、沟通就可以解决了。嗯，但少数人真的能沟通，因为沟通跟情绪成熟和跟聆听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如果无法的在跟你同一个平台里感觉到我自己的感觉跟你在一起，嗯，我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同一个平台讲话、嗯、所以多数的沟通都是我讲我的你讲我的，那这样子的状况里就会失去了很多的连结跟信任，然后就会觉得很多的背叛啊、嗯、很多的不被信任啊，被拒绝啊，那就会越来越走越远。那关系在这样一个前提下、哦、就会进入一个对与错的一个状态里。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东西都是对的。对对。为什么他就是不可以这样做？是是、哦。而这个是关系的，我那么多年我觉得关系的第一大杀手。
第一打杀手，真的真的是我这个我也是有点同理心的，是啊，就是尤其是自己可能呢越独立的人，或者是越有本事的人士，对吗？越有那个对与错的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就越觉得自己是对的，然后别人是错的，然后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对事情，就觉得他们一直好像是在让他很失望，然后一直觉得被背叛的感觉。对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功课，一定要修啊。是，很好玩的地方是我们也是跟一些同学在就在培训的一些同学就会说，哦，对与错，说没有啊，我们在争对与错啊，哦，其实这句话已经在争对与错了。是就是那个对与错不一定是道理上的，其实根本跟道理无关，是那个位置的定义。我觉得我的方法，我觉得我的想法就一定是对的，这样子生活方式就一定是对的。那其实我们头脑上也明白，哦，每一个人是独特的，也就是因为每个人独特，我们才会对彼此会有一定的吸引力，我们才会需要彼此的强项去辅助。因为如果我们什么都对的话，我们如此的完美的话，生命不应该会有问题的嘛。是的头脑都明白，可是大家也不明白，为什么不想去到那个错的位置。是尤其是在新加坡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环境里，对，每个人都是想要做对的，因为我们从小都是以对的答案来获得成就感的，因为考试都是希望拿到满分，有哪个小孩考试不拿满分、会不想要拿满分，所以间接的可能就造成了这样子的一个很多的对错的一个关系。对就很多人很坚持，就是我就是对的，是，对，然后就是愧疚感、背叛，和最后一个比较常见的，最后一个的话我觉得是匮乏吧。匮乏，也是最，我觉得最也是来自一个班四十个小学，四个四十个学生，就一个人可以拿第一名。是，是的，就是任何的比赛也是会只有一个第一名。对，就一个公司就是只有一个 CEO。是，就觉得很多东西是有限制的，是的，不能两全其美，是的，不能拥有所有的东西，是的，对，是的，的确是这个匮乏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特别大，很大的课题。然后，我相信就是以这么多年在这个工作坊，我相信你也是看到很多人很多，而且这个匮乏不代表说他现在物质生活已经很好，他不会匮乏，他仍然还是可以觉得很匮乏，对吗？是。对，它是一个心理，可是它的原因通常是除了刚才我们刚才列的那些例子，它的原因也是来自父母让他感觉到匮乏吗？是，但如果以一个灵性层次的话呢，这个世界本来就匮乏的。因为我们本来是在妈妈的肚子里，你现在看一个宝宝好在爸妈肚子里，24小时的被保护，想吃就想吃，想睡就想睡，完完24小时被供应的。然后一出生，出生过后，开始经验，哎，妈妈会不在的，这边就匮乏了。然后本来要奶喝是马上就有的，现在不一定马上 OK 就有。然后甚至可能如果你是大哥大姐的话，开始有兄弟姐妹，开始兄弟姐妹就更不够，就觉得爸爸妈妈的爱好像被分散了。是，所以我们从那从肚子里出来的时候那一刻，什么东西都开始就有限了，都有限了。OK。那个可是这个感觉真的就是因人而异，有些人就觉得很明显的匮乏，可是当然有些人就平平安安的就还是觉得很 OK。 对，可是当你觉得很匮乏的那些人就很明显，他们在很多关系上就会表现的就很 needy， 对吗？会很也是两个极端。对，要不就是非常的 needy， 就一直的需要，很依赖，不然就是很独立，有很多的期待，很多的强求，很多的强制性的执着。总之我一定要，对。所以总之就还是就变成，就还是就心里没有那个富裕跟平安的那种感觉。对，尤其是匮乏感哈。我想会有一个状态，大家应该很熟悉的，就是感觉心空空的。不管做什么还是空的。对，就是什么
可能得到很多了哈，可能人很多的时候，怎么还是觉得很空空的哦？或者是你我有时候看一些动漫啊，它的整个的那个画面哈，它讲叙述就是人潮满满，但是就一个人是感觉自己是一个人的，很孤独的那个感觉。所以这个阶段的伤口，我们称为需要，那需要没有被满足，就会在我们心灵上创造一些黑洞，就是这个永远填不满的。好像如果三岁饿坏好了，那三岁已经饿坏好了嘛？对。但可能成年过后哈，可以赚很多钱，大吃大喝，可是大吃大喝哈，还是觉得空空的，因为永远填不满当时候的那一个空虚跟匮乏。因为那个已经伤到那个潜意识里头了。对对对。对，其实今天观众朋友真的是好像在免费上一堂课。对，所以其实真的这个心灵疗愈的这个课题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课题。是。对，然后可能很多观众朋友真的是没有机会接触，可能也没有那个概念。这个今天可能真的只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接触。当然如果想要更了解到底什么是心灵疗愈，什么是疗愈我们心灵受伤的小孩，可以真的是到光之跳跃的网站或者是网址，还有他的脸书，可以咨询多一些。真的真的今天真的很感谢 Nicholas， 哇，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其实真的是很深的一个课题，不容易解说。真的如果你没有上过工作心灵疗愈工作坊，真的很难听得懂的，因为他会觉得你在说什么啊，我怎么我好像在这样子在这个表面这样子缝着。对，一定这样，一定要有机会体验一下，可能就会真的是更了深切的了解。那 Nicholas 可能今天走到这一步对吗，就是光之跳跃就已经是大概有走到八年了对吗，那请问接下来你对光之跳跃有什么展望吗？我们就这八年来我们做很多的基础的铺路跟在国内的推广，是，所以今年起呢我们开始会走向国际。哦，真的啊？对对对，其实陆陆续续我们都有很多的邀约，很多的邀请，也有一些同学们会从不同国地来，只是之前我们只做线下的嘛，是，然后前两年哈，也是我觉得也是老天的安排，对，就有了疫情，然后我们就隔离嘛，那就开创了我们在线上哈也能达到同样的那一个效果，所以我们的就如果你们今天有听的话哈，我和燕妮我们创办这个公司主要的一个目的呢，就想要赋予你们力量去改变你们的生命，因为你们的爱与平安，让你们自己再走向幸福快乐是可以的，因为我自己也这样子走过来，是啊，所以如果你们燕妮是的也是，对对对对对，是啊，我们的同学们社群们也是，对，是啊，我们就很喜欢讲的一句话，就是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那我们教你如何的去钓鱼，让你自己去打开你自己的潜意识去练习。这些是真的，就像你刚才讲的，没有办法用头脑去理解的，你得亲身的去体验。一定要体验。那一开始自己真的不会的嘛，所以需要一个专业的老师，就像当初我一样。所以欢迎大家，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络我们。是的，今天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个小时多啊，今天已经是八点多了，哎，多一个小时多了吗？对对对对，九点多。对，非常感谢到现在还跟着我们陪伴我们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啊，我们还没有看到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有没有给一些留言呢？对，对，还没有看到，有看到吗？有一些留言，对，非常感谢观众朋友到目前为止呢还陪伴着我们。如果到现在呢，真的是觉得就是我们的 Nicholas 老师分享的非常非常的棒，然后你们真的有受益的话呢，可不可以在我们的留言箱里头呢放多几个爱心，加一加一加一，然后给多我们几个 like and share， 对，把这个视频呢可以分享出去。对，然后我真的是想要更了解什么是心灵疗愈的话呢，
就真的是可以跟Nicholas 老师在他的网址那边做一个联系跟那个沟通的。对，那今天我刚开始的时候就说了，这个星期这周呢是很特别的，就好像是一个心灵周。我们今天呢是请到我们的 Nicholas 来跟我们分享疗愈心灵疗愈我们受伤的小孩。那明天晚上呢是三八妇女节，也会有一个特别的来宾，有一个很特别的女性也探讨一个心灵的话题。那希望呢大家呢也是尽情的敬请收看了，然后收看我们的这个直播。那今天我们就到此为止，非常非常感谢 Nicholas， 谢谢他们，然后希望大家也继续的可以有机会复是吧复与平安，可以是爱与平安，对，因为爱与平安嘛，对，继续的爱与平安。好，谢谢，就这样子了，晚安，拜拜。